你这个傻瓜。金子晴没有出国，警方已经在调查金子晴的行踪了。去自首吧，这样我们才能面对何云。我会伺候我妈的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亲生爸爸杀人未遂还在逃跑中，这对何宇的成长会带来很大的负担。我看到子敬妈妈该说正版吧。下周三晚间8点，给予幸福的人精彩大结局。